我要吃这个咒语，请这个咒语给我相应，是这意思是这样的。中间打给，中间打给，送了你，送了你，八了你娃，八了你娃，人都说，人都说，中间打给，中间打给，送了你，送了你，八了你娃，八了你娃，人都说，人都说，中间打给，中间打给，送了你，送了你，八了你娃，八了你娃，人都说，人都说。中间的那扎拉金的那个人在做什么？全部都在做做，不就这么？吃点做做在做做，弄出来这个能做也做，吃点就做嘛的，哪里不能少点吃嘛的？说明就是那那里头多那的，啥个都是你给他们捞捞完，啊，这样呢我们得到了，你的价值观，消除我们你的各种的业障，啊，同时我们也得到这个。念诵，来动摩咒语的这个得到这样一个权利。下面呢，我们义的价值观的祈求，多尔金尊巴，红叔叔，阿弥陀啦，多多，包括多尔金，罗文吉，罗卓丁子，耶稣说，下面呢，我们。义的价值观点是主要我们要观想打坐，那这个观想是从上师的心间发出这个光，这个光照入坛城的主尊的这个心间，然后从坛城的主尊呢，他的这个三个部位眉间、后眼、心间三个部位，以及在各个部位呢发出不同的这种光，这些光呢，有的呢这个白度母的身体的形象。有的呢这个咒语的形象，有的呢这个他的手上拿的这种法器的形象，哦，所以这样呢就是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各个部位呢，融入到我们自身，最后这样融入到我们自身的时候呢，那就是这个白度母的身与意各，我们的身垢与不二无垢的境界当中在受养打坐，所以下面呢我们大家要受养打坐啊。如果老人在这都给咱们的我是主人的一个人都不能保护退休姑娘的一个人那种好我说我的结果当年两怕两招那就是我相对的能把老师抓住这个虫我们老人在这另外有什么等等老年另外有什么等等的就是准备不送的因为这个人不把他结果他就平安了两个人找过来这样呢，我们得到了这个义的价值观念，消除我们义的各种的业障，同时我们得到了这个，我们的心观想这个宁空无二的这样一个境界之中，要这样一个得到这样一个权利。下面呢，跟着我有念诵，这个念诵呢，就是我们反正呢就是这个发愿的，发愿的意思。这个呢，示范一切的佛和菩萨上师体念我，我某某某某人从今天起直到成佛为止，白度母，作为我的本尊，所以我每天要静念念诵他的咒语，是意思是这样的，所以下面大家看着我的念诵，修住呢，修呗，三阶段，抢救生吧。抢救康姐，康姐，打了公司说，打了
罗宾达拉公司说，罗宾达拉公司说，当年利息几位？当年利息几位？春天的送的，春天的送的，其实，其实的，前就赢过了，前就赢过了，进去八个，进去八个，俺春天的，春天的，几尊个嘛，几尊个嘛，一等一号送去，一等一号送去，你送啊，你送啊，你的心不，你的心不，今年送到我的就。今天要送的，七十钱就，用过了，用过了，七十八的，七十八的，中间的，中间的，几分钟嘛，几分钟嘛，你能别好送去，你能别好送去，你送啊，你送啊，你的钱多，你的钱多，今天送到我的就，今天送到我的就，今天要送的，今天要送的，七十钱就，七十钱就。用过了，用过了，谢谢八哥，谢谢八哥，中间的，中间的，几分钟嘛，几分钟嘛，你能接好东西，你能接好东西，你送啊，你送啊，你的钱多，你的钱多，今年说，今年说，那我来给我，那我来给我，下面呢，我们在这个，跟着我念诵，那就是这个念诵的意思呢，今天我们得到了这个冠军。所以我们在这个灌顶的这个三位呀，我们要这个严肃的这样一个信念当中要念诵的。那这个三位呀，就是呢和我们前面灌顶里面讲到的一样，那我们尽量呢深的我们自身观下这个白度母，那我们鱼方面呢，那我们尽量的念诵这个度母的咒语。那心当中呢，我们在这个要慈悲的心、菩提心，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观想我们这个心的明空的境界，这些当中呢，尽量的要这个安住在这些境界之中。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他的这个三力量。所以呢，就是下面大家跟着我们念诵：诸佛祇陀林，嘎吱吧，嘎吱吧。不打团结，不打团结，打积极，打积极，天天正的，天天正的，打成都，打成都，切了八年，切了八年，不拉了，不拉了，解决了吗？解决了吗？送完了，送完了，下些奖励，下些奖励，再度，再度，三心不寻，就是也得到上十万人间的莲花的三界千万人的佛。诸葛南大仙罗遮盘树，谈谈不耐心的人，